有啲嘢咧发生喺我哋呢一个房间里边，有好多人咧已经喺度等紧噶啦，一路等候紧，用咗好长嘅时间。我见到咧，那个天使个军队咧喺度咧，将一啲嘅我哋嘅身上嘅尘埃啊泼走啊，并且咧将我哋嘅心咧系同神咧系连对齐。有好多人咧坐咗喺度咧。好耐，但我觉得呢一个嘅维度，呢一个嘅气氛咧，就系呢一个属天嘅天使嚟到咧，系就系将你嘅，将你呢一个命定嘅生命，系要产生出嚟，同埋咧，虽然你可能冇啲咩感受，而家身体上冇啲乜嘢感受，但系唔系噶，佢系做紧噶啦。有些人的衫呢好像呢他呢穿了彩色的衫，又或者有些人呢他的衫呢可能是纯黑色，但是呢是非常靓的黑色，就是讲紧他说呢你的膊头呢可能呢有很重的世界的压力压住你那里，但是呢今天呢上帝呢就要藉着这些天使呢将这些的压力呢除去。我们呢也是因为这个教会呢，我们是一班呢同心合意的属于神的军队呢，一起呢在这个地上行走，是有这个神自己的能力，是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任何你自己可能经历过的挫败失望，都比不上神将要给你的东西。有很多年轻的领袖要起来了，所以不要想是你隔离那个，是你旁边那个，你只要单单专注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啊，他是同我们，是啊，主啊，我会行，我会去穿这件衣服，我会去同你是同行，我会行在你的约里面。无论我过往经历过什么都好，我今日我知道我生命已经不再一样，而我明日，而我将来会更加，主你会更加去祝福我。Keith， 神是未同你做完嘢噶，佢要继续喺你生命里边，跟住嚟发生嘅事，你会系经历嘅，你会经历到神嘅全美嘅丰盛，神嗰个光啊，系会光喺你嘅生命里边，你会听到，你会咧企立得稳，仲会咧好喜乐啊！仲有好多人会跟从你。Keith 系啊，因为神已经系喺你嘅里边，因为佢知道你所付上嘅一切，佢会咧系咧一路咧系高举你，同埋咧佢咧会咧系咧上帝咧有一个特别嘅计划俾你嘅，仲有 Esther， 你要咧系好自然咁样咧，系咧你同 Shamus 啊，就会咧系一对咁样一齐咁样行出嚟咧，非常美丽啊！系咧会神嗰个全然嘅完全咧喺你嘅当中，系啊主啊，耶稣基督系啊，你嗰个荣耀系会被喺啊 Shamus 同埋 Esther 当中，啊主啊，佢哋咧个火啊为你燃烧。哦，主啊，佢哋咧啲人唔会觉得佢哋怪啊，佢哋都唔介意，因为就系因为咁，佢哋嘅光就散发出嚟啊！啊，佢哋有好多好多嘅世世代代嘅人会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自己嘅后代系唔会有任何残缺嘅。主啊，我多谢你，亦都唔会咧有咧早疾咁嘅情况。主系我奉耶稣名去宣告。这里的教会的人，无论你是讲道的，无论你是发预言的，无论你 是祷告的，无论你是传福音的，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果效，因为神有很多人呢，你认为呢你自己是香港人啊，不是那么好啊，不懂讲啊，不是啊，这些是大话来的，是我们这里教会是有讲英文，但是你是很有能力的，你是很有大能的，因为神跟你一起走啊，你跟神一起走啊，上帝现在是一路教着你，所以你不要放弃啊，不是
唔係淨係望住阿 Rob， 唔係望淨係望住阿 Rob， 或者淨係識法語言嘅人。你啊，上帝同我講啊，上帝同我靈講，叫我同你哋講，唔好放棄，唔好放棄，唔好失望。唔係，如果唔係因為喺你自己嗰個時間裏表裏邊發生嘅，都唔好放棄。包括上帝對你嗰個嘅應許，上帝對你講嘅先知性嘅言語。你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承受很多东西，你也会受到很多的祝福，有 millions， 就是说个百万那么多。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这个教会会生出好，即是过百万的灵魂，是为神呢去呢请求过百万的灵魂，即係過百萬咁多。主，我哋多謝你，係因為你嘅恩典，係因為你嘅恩典，主。主啊，我哋真係咧，我哋咧係，我哋知道我哋係人，但係我哋亦都多謝你好大嘅恩典喺我哋嘅身上。主，係我哋同你一齊嘅合作，一齊嘅夥伴式嘅合作咧。主，所以因此我哋嘅心係喺你面前謙卑跪拜，所以我哋多謝你。是啊，他说天父呢，我多谢你。Amen. Amen.
其實啊，佢頭先咧，Esther 咧，佢咧嗰個可能有啲嘅外國人唔識聽中文啦，但係其實咧 ，Esther 頭先嗰個嘅喺靈裏邊咧，佢咧好似咧泛濫咁樣咧，好泛濫咁樣。所以呢啲咧屬於神嘅説話咧，你睇下，多謝神，多謝神自己嘅話語喺我哋當中。你感受到呢個平安啊？你感受到嗎？我咧真係好想繼續講到，但係我覺得我哋需要嚟多個回合去經歷呢一個，去感受呢個上帝，去接納上帝呢一種俾我哋嘅平安。係啊，甚至你自己喺屋企睇緊，或者你自己網上睇緊咧，你都可以咧去接納呢個平安嘅嚇。我哋嘅神咧，系咧，就系咧，系统治万物啊！佢咧亦都咧系，即系管治咧，统治咧我哋嗰个眼啦，同埋咧佢咧恩雨咧落到系我哋嗰个嘅生命啦，我哋嗰个思维啦，佢俾咗我哋呢啲嘅锁匙，呢啲嘅钥匙。我哋有呢啲嘅钥匙，嚟自神嗰度嚟去打开嗰啲每一样嘅神秘嘅宝藏。呢个系神一定系俾我哋有每一个嘅答案，就算我哋面对任何嘅境况，佢都俾我哋答案。我哋能够，我哋有神，我哋有神，我哋有神同我哋一齐，与我哋同在，并且系永远每一分每一秒。
當阿 Sean 佢喺度話有一個即係、就是、好似天使嘅維度喺度飛緊嘅時候咧，我亦都係感受到咧有。啊、當、啊、他有時我在想呢就好像摩西跟上帝說我是出口笨舌的、啊、跟著呢神呢就說 OK 不要緊的我就找阿倫找阿倫呢代理說話我就覺得呢那些的天使呢就好像這樣我們有些人就說哎呀我不懂說、啊、我不懂說、啊、但是呢天使但是呢神就跟你說不要緊的你說吧因為呢你出去說的時候呢說話呢其實我天使在背後呢幫助你說所以呢神呢已經有很多的東西收藏給我們他打算要拿出來的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神已經是高抹了你那個的嘴唇、啊所以你就是去讲的你释放出来这些话就可以了不需要担心的。是啦。当我在这里看到即是看到我们在这里现在看看我们的感觉啦我们那个的态度啦我们其实真的很蒙福的。每一句从神而来的说话都是令到我哋蒙福嘅，唔系因为我哋自己努力得嚟噶。如果真系我哋自己努力咧，我哋冇办法去满足我哋嘅需要，但喺神里边系可以。其实而家喺呢个时间，我哋整个世界都好大嘅需要，整体嘅全球嘅需要。所以今日咧系，其实就系、是。我们不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已经是世界之光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力量所以就是说让你的光光照在人的面前让人见到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只要需要是踏前多一步是的我们踏前一步啊、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要等我好晒先啦，等我做得好好先啦，不需要的。我们就是需要点啊？踏出去。耶稣基督其实每一次他都因着怜悯之心而他踏出去的，所以我们要踏出去。我们有这个耶稣而怜悯的心。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这么敏锐的心，是能够接受同埋我哋係能夠俾你咧去用呢一個憐憫之心去踏出去，就算我哋去到我哋唔知道要講乜嘢嚇，就算覺得自己好似出口笨舌咁樣，但係我哋只要我哋去做嘅話嚇，我哋個腳步係為你踏出去嘅話嚇，每一個字每一句説話，我哋都知道每一個行為。在我们出发之前是你已经是走在我们之前是你跟我们一起所以在你里面也是藉着你我们已经超越我们的需要了所以主要我觉得呢神呢要今天去呼召我们多谢你呼召我们要我们摆出一个行为出来而这个行为不是用血气而是真的是用心灵里面的那个的那个的感动和那个的恩慈和那个的怜悯多谢你这个完全的怜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分享你这个美妙的爱对这个世界分享这个美妙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是不是很美好呢是啊我觉得很满足啊多谢耶稣，原来 Priscilla 咧系 last minute 先至知道咧，最后一分钟先至知道佢自己要弹琴噶。好啦，爸爸你过嚟同我哋分享啦。我知道你好欢迎今日我哋嘅先知圣话语。好，对住你旁边嘅人就话：，欢迎你啊！
好啦，早晨啦。陈仁 K 你喺边度啊 ？Tony and Kate 你喺边度啊？阿 K 喺边度啊？陈仁 K。好开心啊！见到你哋成家 ，OK。And I know that Tanya lost her mom. 我知道Tanya 系即系 K 嘅妈妈咧，即系嗰个嘅 Tanya 妈唔系阿 K 嘅妈妈咧，系嗰个嘅自己嘅妈妈咧就走咗嘅，即系阿 K 嘅外婆啦，系啊，嚟暂时离开咗啦。离开咗翻，即系去咗，即系死咗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仲系一个忧伤里边。不过咧，我哋去祝福佢哋。啊，佢都好老噶啦，因为嗰个阿 K 嘅外婆吓。咁我哋，所以我哋国际一荣堂咧都去送一个真系心意咧俾阿 K 嘅外婆同埋阿 K。嘅媽咪佢哋嘅，今日我要阿Rob 又喺度講笑啦。其實我同阿Sean講，琴日喂，我覺得上帝想我講咧，就係咧每一日每一個人 ，OK， 呢個就係今日上帝想我講嘅。但係我見到頭先咧，你哋大家喺度先知性話語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講咗個主題噶啦。我哋就系同神里边系合二为一去做事噶，感谢主。所以如果我头先咧感受到咧，成个国际英荣堂咧都能够咧感，能够咧 catch 到，能够捉到咧嗰个嘅感觉嘅圣灵里边嘅感觉。咁啊，啲人就话：喂，阿 Rob 啊，你都系即系系咪成日都讲 feel 嘅吓？呢啲唔系咁啱，应该系属灵啲啊嘛。但阿 Rob 话唔系噶，我系满有感觉噶，系啊，我对人咧系满有感觉嘅。我唔系净系一个物件或者系一个高或者系好高好高常识，唔系噶。上帝将我哋有灵魂体三部分一齐噶，佢三部分都将我哋拯救咗，系耶稣基督因为喺十字架上所做嘅。你嘅就系你嘅感觉啦，你的肉身啦，同埋你的灵，耶稣都全部救赎咗噶啦，阿门吗？诶，我感觉好啊，佢自己喺度唱歌咯。啊，佢话咧咁开心嘅时候咧，做啲诙谐嘅嘢都几开心，仲开心啊！我哋住喺呢个自然界，但系我哋又运行喺呢一个超自然界里边。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哋教会里边个超自然嘅领域开始越嚟越增长。我虽然喺西方嗰度嘅成长，但系咧，我哋将自然界咧，应该话我喺南非嗰度咧，佢哋将呢一个嘅黑人啦、白人啦分开。而喺我西方嘅教育里边咧，佢哋咧成日教导我哋咧，净系去谂多啲咧。自然界的嘢，唔好谂咁多超自然界嘅嘢。但其实好多人唔知道，超自然界领域嘅嘢，其实就系好似个家长去带领自然界，自然界就好似个细路咁，超自然去带领嘅自然。所以超自然系能够直。所以如果你不教超自然的东西，你就这样讲自然界的东西，自然界就变了一个什么如孤儿般的一个的领域。所以那些人就不明白自己在超自然里面的领域那个身份是什么，阿门吗？因为没有超自然带着的自然界嘛。超自然界是超越咗嗰個嘅超越咗嗰個嘅歧視或者係嗰啲嘅徵象，譬如一個冇眼一個睇唔到眼睇唔到嘢嘅人，佢亦都冇眼球嘅，譬如 Joshua Mills， 佢為佢祈禱，跟住呢個人咧就能夠見到啦。但係咧佢係冇仍然係冇眼球嘅，但係佢見到嘢喎。
嗱，呢一个咧，啊，呢一个呢一个科学唔能够解释嘅，所以咧，呢一个系对神嚟讲咧系好简单嘅事。然之后咧，佢哋咧去将呢个人咧去尝试咧去用科学去研究，然之后研究完之后就。科學家就話：我冇辦法去解釋呢個景象，點解呢個人冇眼球可以仍然見得到？所以超自然係高過科學。我話俾你聽，科學自然咧係只不過係喺度追求緊上帝嗰個嘅指模嚇，佢做過嘅嘢嘅指模。自己呢一個。呢一个嘅自然界咧，只譬如话讲紧，或者系科学啦，系讲紧啊呢一个嘅啊宇宙系点样啊，然之后咧佢哋喺度计算呢个自然界又点样啊，吓、啊，然之后咧又讲下呢一个 UFO 啊吓、啊、天体嘅嘢啦吓，系、嚟到呢一个地球啊。我哋唔会用呢一个科学去带喺超自然里边，但系。我哋系可以用科学去印证我哋超自然嘅一啲嘢，系让人认识多少少超自然嘅嘢。即系话用科学，只不过系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唔系用嚟掌管住我哋超自然界，明白吗？譬如我哋讲方言，真系聪明嘅人会有智慧嘅人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咧，佢系点样系喺呢一个超自然里边。運行，亦都咧同一時間咧知道咧佢係點可以點佢可以點樣喺呢一個地上邊住喺度？我哋係從天而嚟噶，啊唔係喎，你話你係從地嚟嘅喎，因為你係都要有女人生你出嚟啊，冇錯，你係冇錯，你條線係喺地裏邊出世嘅，即係話你係從父母裏邊出世嘅。但係當你重生嘅時候，你係已經喺永恆裏邊出世噶。你明白你的灵在永恒里面出来，所以在你自己的里面灵魂体里面，你是有超自然和自然的同在的。当然在天国里面没有恐惧啊，没有病啊，没有不好的天气啊，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要去接纳超自然，就如在地若天这个叫说话。当然有一些是不法的灵，不法的邪恶的灵在这里运行，在地上。魔鬼呢，他能够呢可以去影响一些很利用他邪恶的手段去影响一些不是属于神的人的，甚至可以影响一些的环境，但是他不能够在整个天界里面去运作的，你明白？他只是有一部分的运作。当神去做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他说让他有光啦，让他有这样啦，没有人去祈祷的，是不是？没有人说叫神 去做这件事啦。那些的天使呢也是不会祈祷的，但他帮助我们祷告。天使呢是不会呢走 去传福音，或者是介绍人呢去认识救恩。天使是不会去讲道的，但是人会做，只有人能够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去不去做呢，是我们的选择。天使已经做了他们要做的事了，当我们去做这些神要我们做的事，他一定去 back up 住我们的天使，一定去支持我们。当神去话俾阿当夏娃听，我俾你呢一个管理嘅权柄喺呢一个整地嘅里边，并且咧，仲要咧将呢一个嘅伊甸园咧系要倍增扩展出去。
原来神是给人这个权柄去管理，管理全地。但是神不能够做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呢？不可以去祈祷，上帝需要我们去祈祷。即是说怎样啊？那时候就是已经上帝叫我们呢去祷告。你明白吗？其实上帝要我们去祷告，耶稣会在天上为我们祈祷，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地上去祷告。我们不要只是用自然人去祷告，我们要是用灵里面祷告。因为我们去服侍上帝的天国，当天国开始运行的时候，所有所谓的教育的制度呢，他们就会开始呢，就会有一个的从属天而来的智慧，就会更多的科学家呢会去尊荣神的教育和神的教导，神的超自然的领域。阿们。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科学自然，所有的学校应该要注满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的。有些正面能量的讲员呢，他们呢讲嘢的时候是没错，会给人一些好的感觉。但是并不能够长久。我们叫人去得救呢，不是只是叫人得救，而是要人 在天国的维度里面呢成长，还有进入更深的永恒的里面。我们就说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住在这个地上，就是要去影响众学校、众工商业、众地，我们要影响全地。所以这个之前这个的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东西，现在我是藉这个末后的亚当而拿回来，所以我有这个权柄去做这件事。有些人呢就觉得呢，他呢要呢认为他要有某个程度呢才可以呢影响人听他讲嘢嘅。但其实呢，所以呢有一些人呢，甚至呢他们是政客啦，甚至呢他们是商人啦，他们未必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其实他们的心灵里面有一种的基督教的律在里面的。虽然他没有信主，但他们这些人很成功，你可以见到这些是见证来的。所以因为为什么他们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是有这种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用这个上帝的价值去做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功了。阿们吗？我们常常要去将自己联合同天国咧，去联合一齐咧，系将我哋所有嘢对齐，系咪啊？我宁愿咧做一个咧湿立立嘅，湿立立成身湿晒嘅。整个神身湿晒的基督徒，好过做一个呢枯干骨头的基督徒，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是吗？我宁愿做一个湿立立的基督徒，我宁愿呢去尝试行在水面，然后呢可能呢会浸到，好过咧，我就去做一个枯干嘅基督徒，又干又柴嘅基督徒，而咧咁啊干竭死咗。所以
教会是需要释放这个君尊的祭司这种的身份，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并且神的智慧是能够配合神的智慧一起去工作，去带给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是能够得到释放，让天国的价值是能够入到去人的生命里面，爱啊尊荣啊，这些全部是属于上帝的。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他们没有信主，但是他们相信圣经所教的价值，阿们吗？所以我说我们要去一起祷告会，去为那些未信主的人去祝福去祷告，因为我们这个是神呼召我们做盐做光，当然有盐腌你的时候你有些味道啦，是不是？但起码是保护你呢，是脱离那些的败坏，这个世界的 属于世界的败坏，是可以去除这个盐，就可以去除属天的盐，可以去除这个世界的败坏，是好像一个防腐剂这样。现在很多世俗的人看教会看不到教会真正的价值的，就好像有些人他们去到教会，虽然他们是一个男人，但是他们穿得好像女人一样，但是就已经是不能够再发出一个的、有能力的防腐剂了。所以呢，就是讲有啲头先阿 Rob 咁讲呢啲意思呢，就係话呢教会呢而家有好多奇怪嘅象征出嚟，好多奇怪嘅征兆，佢哋好似呢失去咗佢哋嘅方向啦，失去咗佢哋嘅防护嘅功能，失去咗佢哋嘅本身神呼召佢哋嘅工作功能喺里面。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做返神要我哋所做嘅事情。嗱，你睇下，彼得咧系一个完全咧系湿立立嘅基督徒，因为咧佢行喺水面上。当我哋要做一啲我哋即系人所不能嘅事情嘅时候，我哋亦都想见到神迹奇事发生嘅时候，我哋就要做一啲有冇搞错嘅嘢啦？即系话有冇搞错啊？点会做到啊？系啊，我哋就要去尝试，我哋就要去去胜过我哋觉得惊尴尬或者怕人点睇自己嘅呢啲嘅感受，因为咧，如果你要拣一个最好嘅时间去做嘅话咧，冇噶，冇任何一刹那系最好时间嘅。其实我哋过去五个月一直在度建立紧，到今日嘅呢个礼拜，就见到我哋节节上升，每一个弟兄姊妹系成间教会整体性节节上升喺属灵嘅里边。就系咧，我哋有一啲啱嘅朋友喺度啦，啱嘅弟兄姊妹啦，而咧我哋咧。亦是在神的里面顺服祂去运作的，而且神叫我们带着这个响声来到香港，跟着其实有很多外面的声音想勾起我们的响声。我们就说不得，我们一定要去做回我们神要我们的响声，阿们吗？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说 自捧自吹，我们不是说自捧自吹，我们其实都是一队军队来的，阿们吗？所以我在牧养教会，教牧师是帮人去怎样去知道胜过那些他们必须要胜过的东西，去装备你们。我
我是可以很温柔的，但当我要拿起权柄去做事的时候，我是很轰烈的。因为我自己的牧师跟我说，起身，是将你的尘埃拂走去，将那些苦毒去除去，原谅人。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起身，拂一拂，拂走晒它。吓，唔好让佢咧喺度缠住你。呢个就系你可以见到我哋祷告会国际祷告会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嘅人，佢哋就系有咁样嘅，佢哋就系有咁样嘅态度去嚟到我哋呢个祷告会。我自己有时都出丑的，但是我要学习怎样去持守住我自己那个的、觉得好像很尴尬、所以我们那个自己的意识、不要整天将自己摆在那个的、自己很尴尬性，而是反而要摆在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就算如何尴尬都好呢，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天国的价值观来的。咁咧，好多教会咧，佢哋有咁样嘅态度嘅，就系话咧，我哋咧离开个七座山啦，将嗰啲七座山咧属于世界嗰个俾晒魔鬼啦吓，我哋咧就咧脱离俗世，就咧成仙成圣洁咁样，然之后。咁咧，跟住咧就发觉咧，就呢啲教会就发觉自己咧冇乜能力啦。然之后为人祷告咧，嗰啲嘅瘸腿又唔能够行啦，咁咧又俾魔鬼咧系耻笑佢哋啦。但系呢间教会就唔同，我哋知道天国来到呢个地上，我哋将呢个天国拉到去地上，所以咪阿门吗？所以由你自己嘅屋企开始。If it's permanent, there's a problem. You can fix things with the wisdom of God. 你可以用上帝的智慧去处理事情的，阿门吗？所以耶稣行在水上，跟住耶稣同彼得讲：你嚟啦，你一齐嚟跟我行啦。吓，跟住彼得话：如果系你嘅话，如果系你嘅话，彼得话，因为咧彼得唔想咧。不想呢自己看自己很肉酸、啊、即如果是你呢我才走过来呢大佬，如果我就输了怎么算、啊、这样就很肉酸的了嘛，上耶稣你知不知道、啊、你不需要呢好看的，我跟你说弟兄姊妹，有时候 你呢被人觉得你蠢蠢地，甚至呢失败呢在人面前失败都不要紧，因为阿Rob 话：我自己都喺入面前失败咗咁多次，点解你唔去经历下失败咧？当一个 更高主、至高者去叫你去做一件事，就算面对失败啊，喺人面前啊，肉晒酸都好，都系唔紧要嘅。我哋就算失败咗，都话多谢你耶稣，多谢你啊！你我知道咧，我一定咧系喺你嘅角度里边已经系做咗啲嘢噶啦。边个睇你咧？谁在这里逼迫你呢？跟着呢，你可能想上帝叫你走出去，去对不住，我要听先啊。他说呢，假这个呢假先知是怎样呢？就不是说假先知是讲一些东西呢，就不讲一些东西，讲一些那些先知性话语不发生，那些不是假先知。假先知在旧约圣经那个的、那个的解释就是说，他们讲的东西都发生，但是因为很多人认同他们讲的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些假先知将人带离开神的道，这个就是假先知。
嗱，当彼得行喺水上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行喺水上咁简单，佢系行喺耶稣基督嘅话语上面，即系话佢系靠耶稣基督嘅话语而行。但系如果你睇，如果你自己嘅而家嘅情况，哎呀，成个世界嘅经济啊，跟住之后嗰几年唔知点啦，跟住咧个人就开始点啊，沉咯，下沉咯。跟住咧就系彼得见到风浪啊嘛，就好似我，就好似啲人咧见到而家个状况开始下沉啦。马太福音一齐读啦。进人一吃饱，耶稣就吩咐门徒上船到湖对岸去，他就留下来遣散众人。吓，即系佢话你一定要去啦。当耶稣话无论你国际英灵堂，耶稣对你讲，无论乜嘢嚟到你面前，无论 你自己系觉得有几大压力，你要去噶啦，你要去噶啦，系啊，你要被移动噶啦，你要去移动噶啦，你要去，你要去攞呢个地啊，呢个香港嘅地啊。但是耶稣自己就留下来遣散众人，然后众人散去以后，耶稣上山祷告，夜幕降下临时候，他就独自在那里祈祷了。但是现在那个船在湖中央，门徒遇到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船被狂风大浪翻腾，强风大浪翻腾，哇！大约四点钟的时候，耶稣在海浪上行走，在水上行走，如果夜晚四点钟，嗡嗡，跟住那些，跟住那些门徒见到水面上，耶稣在水面上有人行走，就惊恐地叫道了，系嘛？呢班人好似我哋同我哋一样啊，就好惊啊，有鬼怪啊咁样。跟住耶稣就话：，诶，你哋要勇敢，唔好害怕，我系我嚟噶。然之后彼得就话：，哎呀，主啊，如果系你嘅话，咁你就让我能够同你一齐喺水面上吧。跟住耶稣就话：嚟啦，加入我啦。跟住咧，彼得咧就走到水面上，并且开始走向耶稣啦。啊，彼得，你睇下彼得，当你咁做嘅时候，天国为你移动啦。所以唔好理呢一个疫情啊，或者系整体嘅全球嘅经济吓、啊。因为当你知道啊，当彼得意识到咧海浪有几高嘅时候咧，然之后害怕起嚟啦，就话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跟住耶稣点啊？立即即刻伸出佢嘅手，将佢扶起嚟，就话：，唉，你嘅信心点解咁细啊？点解你要容让呢啲嘅疑惑嚟胜过你呢？所以彼得行喺水上，原来只系靠一点嘅信心。今日嘅教会，我哋又点样要行呢？彼得就已经行在水上了。彼得，你行在水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今天在你生命里面掌管你的，就需要行多前一步。而无论那个警方不是用来掌管我们，而是我们被造是用来掌管那个警方。你知不知道是藉着神的话语，阿们。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下一个经节就是很重要的。32节，就在他们踏上船的那一刻，狂风啊就停止了。众门徒在耶稣基督面前下拜，拜耶稣，他们崇拜地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现在我可以跟你说，有一样东就是，其实每一个门徒当时应该都要离开那个船，一起去跟耶稣去行，并且将那个船推回去岸边。其实呢，这个是一个
如果只是得彼得一个人走出来呢，好像这个经节那样，其实是一个 很凄惨的状况，应该是每一个门徒都要走出来。所以对于彼得，彼得初头得的，行在水上面得的，但是跟着就不得、哦。我要今天在这里宣告，彼得有这个态度，我要去的了，我要去试一下的了，我不介意失败，我不介意尴尬，我不介意肉酸，我就要去做。因为我只有这一条命的，我得活一次的。即系多马咧，佢系有好多疑惑啦。但系彼得唔同喎、哦。彼得其实当耶稣喺即系喺个尸体喺呢一个嘅洞里边咧，墓穴里边，佢系第一个跑过去。所以咧，彼得咧就系、是、话我唔介意，我就去做，我唔理。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海、啊、每一样东西围住我的都好像呢，都好像呢要压住我。我要做，我要在这个世上去运用属天的运行在这个世上里面。所以这个耶稣，所以耶稣见到彼得嗰时候，然之后就系会话你就能够，彼得你能够去宣讲我呢个新约嘅道理。所以第一个去宣讲新约嘅传道就系彼得对住三千人讲，亦都系叫第一个门徒叫死人复活，亦都系彼得。因为咧佢唔介意自己喺众人面前出丑。我告诉你，你要跟着耶稣走，你一定要厚面皮，不怕面懵，不怕丑。是啊，就算人家觉得你是怪人一个了，都不需要介意。你就算一路一路这样去失败都好，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因为你跟着神行，你不要气馁。整嗱，好多人咧就话啊要教宗，但系咧其实整本圣经咧冇咩教唔教宗嘅，只有耶稣。如果要教宗嘅，耶稣就系个教宗，耶稣系最高者，因为佢唔系教宗，佢系我哋嘅神。我哋唔需要教宗，我哋需要上帝。如果彼得是教宗的话，点解？如果彼得是教宗的话，点解使徒保罗佢当时系要修正翻阿彼得呢？吓，因为彼得有啲嘢咧系搞错咗，搞得唔清晰，佢要喺新约里边再教翻阿彼得，修正阿彼得。所以基督就是个磐石。整个教会是要建立在这个的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磐石，是这个真道的始创者，这个的明白，然后就可以藉着彼得而再建立教会的时候而倍增。有一些人呢有很多的恩赐，他们可以做很多事，他们甚至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跟着呢个脑呢就在那里想，哎呀我做不做好呢？这样如果你想去行神迹奇事，你想去跟天国联合，你一定要不要介意去有出丑，或者是人家觉得你很笨。所以如果个个都好像用个脑去想嘢咧，今日头先咧就唔会有咁多人出嚟喺度发先知性预言噶啦。我话你听，呢度我哋国际英文堂就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咧，俾你开始，因为冇人笑你嘅，就算得唔得，你出嚟受感动出嚟讲先知性话语咧，吓神即系我哋咧都好接纳噶。
not to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当你去服侍人，当你去讲先知性话语，唔系要彰显自己嘅能力，而系让神得荣耀。因为点解啊？人咧得安慰嘅时候咧，人会将荣耀归翻俾上帝。我見到有很多教會咧，佢哋咧有很多人咧去做先知性服事嘅時候咧，話語嘅時候咧，佢哋咧係有好多自己啊，佢哋嘅將個重心擺喺自己身上，而唔係擺喺耶穌基督度。我哋呢度咧，我哋係。我哋喺我哋呢度咧有好多嘅，而即系我哋呢间教会咧所运行嘅咧就系喺神里边嘅谦卑，同埋咧喺讲先知性话语嘅时候咧，我哋嘅重点都系对住上帝，所以我觉得咧非常之美丽。你睇下彼得。彼得是不是穿衣服都是穿到好像宗教教宗那样呢？不是的。那些在哪里呢？那些是旧约来的。如果要穿到好像一个教宗那样，又这样三点点下呢，这些是旧约来的。我们不是旧约的祭司啊。当犹大去出卖了耶稣的时候，犹大对着啲兵讲：我一阵间同边个石一啖咧，嗰、那个就系咧耶稣啦。你睇下，学好多个装饰嘅，所以犹大佢嘅行为，所以咧宗教咧有好多个装饰，有好多嘅令人觉得眼前咧好似好有气派咁样。但他们对神的话语就不明白，他们对神的话语只是一种字面上的认知，这些过往的宗教的事情，他们令到教宗呢好像要高高在上，但是呢我告诉你，在新约里面不是，我们是跟神一起，我们已经是被建立，也都将这个七个山呢归还给上帝。Rob， 为什么你这么批评其他人呢？不是啊，我们其实就是不是批评，我们讲回真实的东西。阿们。他每一次我在观塘的时候，我走过，我看到有些人在那里装香啊，成啊，我就在那里想，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呢？是啊，甚至有些天主教教会的，他们仍然烧香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这些是旧约来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是做一些旧约的仪式的话，烧香啊，摇那些的香炉啊，那些我们就是跌入了这个旧约的形式了。所以我们不好，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约的形式。我们因为那些旧约的人不明白十字架所做的成就，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不需要穿这个教宗的袍，我们不需要穿这个的宗教式的袍。不要想在教会里面只有某一班人才可以发先知性话语，不要这样想，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至十二节，他说：你们不相信父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父里面吗？甚至我的话也都不是我自己的说话来的，而是来自我父亲的，因为他是住在我的里面，并且通过我去行属于他的能力和奇迹。
所以相信我啦，相信我是同天父合而为一，而我父都同我合而为一，或者至少你哋要相信，因为我所行嘅大成绩、大神迹啊！我告诉你哋，呢个永恒嘅真理系凭住呢个永恒嘅真理，就系话永久嘅，无论你嘅下、你嘅后代、后代再听都系真理嚟嘅，系凭住信心跟循我啦，相信我嘅嗰啲人咧，将行我。將與我行一樣大的神跡，甚至啊，比呢啲更大的神跡，因為我要去同我嘅父親喺一齊啦。因為咧，點解嗰時當時啲人行唔到神跡咧？因為嗰啲人咧被教導咧，神跡其實已經唔會再發生噶啦，係舊時先有噶。但係唔係噶，係嘛？你同我都知噶。我跟 Kayla 在讲了，就是讲我说我不会将那个指标要摆得很高，但其实是神自己摆的指标很高，但神不是摆指标那么高，不是要指责我们，而是叫我们醒下啦，你看看这样是你们还有很多 成长的空间啊，阿门吗？但是我们从未住在神全完全那个的应许，因为是我们的思维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被更新，即是某个程度上我们的思维阻止了有很多的神的应许从未发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所以我们他说我和 Glenda 都有很多很多的都仍然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神去帮我们转开，甚至我和 Glenda 我们一路去做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失败的案件的，如果因为这些失败的案件我们又不做的话，不得的，因为教会就是说喂，你达的指标太高了，不是啊，我们不可以只坐在船上，然后自己觉得很好。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们不再，香港基督徒不再回教会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很多教会都没有了超自然领域这个的维度在里面。所以当他们知道我们有一班人，这班痴线的人，为神疯了的人，是不怕被人话怪、话蠢、话奇怪，你笑我？你笑我，因为我咁奇怪，我对神有信心。我话你听，我生命里面出现咗太多太多嘅神迹。当然我有好多好多嘅失败，但系神迹每一样神迹喺我里面占一度好大嘅位置。你知道我哋唔能够停止，所以你如果真系遇到好多嘅失败不要停止，你会见到将会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件在你生命里面发生。有一些人他们是已经是生命的末期了，我们为他祈祷，跟着一刻就被医治了，连医学都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很重要，说我们将会做一些比他更大的神迹，即是更多的。哎呀，我 Rob， 我听见你讲呢嘢成千次啦，好闷啊！你每一日都要重新去 re-download 你自己嘅新嘅思维，就系唔系噶？上帝啊，系啊！今日我仍然带着期望、期待，你有好多嘅神迹奇事会藉我去发生。哦，我祷告里边，我知道事情会发生。啊，我会咧，我会继续去前进。我唔系凭住我嘅血气，而系我就凭住信心，而我个心灵、我嘅思维一定要同你去对齐。我告诉你，有些人在读我而刚才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有些人的心里面，或者脑里面，不是心里面，脑里面在想，哎呀，不是我来的。错了，你错了。如果你圣经里面说，如果神要做事，一定要都要藉着我们的心怀意念的。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思绪啊，要搞得通啊。
你点都要同你嘅要神咧帮助你嘅思绪搞得通，系能够对齐，系能够对齐神嘅话语。佢话我哋做得到就做得到，不论我哋要经历几多次嘅尝试。我觉得你哋有啲人系觉得邓我觉得诶惨啊 ，Rob 试咁多次，好努力啊。但系如果你一啲都唔试，我就邓你觉得惨啦。当我在叫你、哎、做这个义工啦、啊、去为神、哎、不是啊哎呀不得，我要看看我头，哎呀不得啊，我把声不好听啊，我个样不得啊，不好啊，这些是蠢的智慧，是属于肉体的智慧，你怕人多过怕神。这种事情，知吗？我哋再睇多一个嘅经文，圣灵显在各人身上，叫人得益处。吓、啊，哥林多前书12:7，吓、啊，原来唔系俾一啲特别嘅团队先至有呢一个圣灵显在佢哋身上嘅，原来圣灵显在你身上系叫你得益处啊！是不是啊？是叫你得益处，就是说当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个安全地带去练习圣灵的运行， 在超自然的维度去练习。你看看每一个过来想过来、啊、讲先知圣话语，我们都拍手的，我们都还有人拍手的，因为我们要彼此鼓励，所以你不要想太多，你站起身就踏出去个水那里，离开那个船啦。彼得那时候都没有四福音读的，他们完全不知道新约是什么，他们就是凭信心信耶稣的。阿门吗？怕失败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有些人啊，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经常去啊，应该系咁讲。圣经里边话，有啲人咧系咧系先知讲到啦，有啲人咧系讲预言啦，有啲人咧去祷告啦，有啲人咧系释放啦。跟住有啲人就哦，唔系啦，咁就系咧，原来有班人就系做呢啲嘅，唔系啊。圣经个经文系讲紧整个教会里边当时嘅运行就系咁样，喺一个聚会里边，神嗰个嘅彰显就会系在这个九种的恩赐里面是运行。阿门吗？跟着下个礼拜，可能你今个礼拜你来过来去、啊、先发出先知性言语，下个礼拜呢可能呢你再来教会的时候，你的服侍呢就是为那个为不知道哪一位去祷告，或者是说出一个知识的言语。这些是讲紧整体，在我们在埋一起的时候，神那个九种的恩赐就会临到在当中，随他自己的意思交给你每一个人身上。就是说你已经是有的，而这九种的恩赐已经其实是在我们的里面，只不过在当时聚集的时候，在圣灵要我们运行在哪一样呢？当时。而你亦都有圣灵九种啊，圣灵的果子是得一个，不过有九种不同的元素，知识言语、智慧言语，是啊，同埋说方言。哇，你可能咧唔觉得好咩特别，唔系噶，你总之有少少嘅话语，有少少想行出去嘅，你就去凭信心行出去，然之后你一揸喺咪嘅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就释放。在当时候就即刻给你话语去释放，阿门吗？去每个想想，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全体人踏出这个的船，行在水面上是几个美丽呢？嘿，到底我们今个礼拜要讲什么呢？这个的讲道不是去娱乐你的，这个讲道其实就是要启动，要搅动你和大家，我进入在一个未来将要来的
CCI 嘅裏邊將會被提升嘅領域裏邊。有陣時我覺得講道真係好攰啊，因為如果要唔喺聖靈裏邊講道係好攰嘅嚇，但係喺聖靈裏邊講道好正嘅 ，OK。你哋每一个都非常之专心听。今日有一啲先知性话语咧，其实真系就系同我今日所讲嘅嘢咧，系好相连嘅吓。OK， 佢又讲啲笑话啦。OK， 有阵时咧，我好似一只傻狗咧，企喺出边。跟住呢 Rob 话我有时讲啲嘢出嚟咧，嗰啲人咧好似咧唔系好明白嘅。但系咧，啲人听咗之后咧，其实咧佢哋嘅心灵有好大嘅改变。但是很奇怪，我真的有时候 很诧异，那些人呢是很想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很大的神迹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没有期待呢去呢跟神呢同行呢 踏出多一步。同神有个好关系，在神的圣灵里面走，邀请圣灵每一天去陪伴你和掌管你的生命，去用方言祈祷，还有叫神给你启示，你就会发觉越来越能够做得到的了。这个踏出去，踏出船外，行在水面上。学习，练习，去说预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廿六节，系啦。好啦，系啊，弟兄们啊，这却怎么样呢？吓，佢话每一次，佢话每一次啊，所以每一次你听到。每一次你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各人，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有诗歌，你们心里面有些音韵，或者有教导，或者有启示，或者有方言，又或者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知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非常非常好呢？还有第三十一节，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到你，叫众人得劝勉。大教会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好像一个一个作先知讲道和去发预言呢，那就怎样，那些人就是会喜欢这些这么大的教会，就是哇、好正啊，讲道的时候又有一些音响效果啊，跟着敬拜的时候又有一些灯光啊，这样啊。跟住咧，人咧个专注咧就反而专注咗呢啲咁样嘅门面上嘅嘢啦。就系同埋咧，因为咧大教会咧就唔能够咧咁样一个一个咧去出嚟咧去讲先知性说话嘅。但是呢他说 Rob 就说，我一直都以前呢就挺喜欢大教会，但后来呢当我了解了这个的真理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原来上帝说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呢去呢讲先知性话语的时候呢， 我就改变了他那个的，就是他自己改变了他自己那个的对教会的运行的做法了。所以呢 Rob 我呢就是呢今天呢我很兴奋，因为呢我是一个属天的祭司，我是君尊的祭司，我能够呢就可以呢因着神呢站在教会上去
释放一啲嘅说话咧，佢咧叫众人得勉励。所以呢个系我哋每一个礼拜日嚟之前要有嘅心态。啊，唔系啊，我好怕，好怕冇面啊！啊，讲咗出嚟，别人哋笑我点算啊？又话我讲错咗。起身啦！你讲错咗咪讲错咗咯？吓，用30秒钟医治翻自己啦！叫神，再嚟过啦。佢话。阿Rob话咧喺南非咧有佢哋有一个训练，就系嗰啲 leadership 咧，嗰啲嘅领袖咧就会咧用30秒钟咧为人祈祷咧就叫人哋去得医治吓。有一个嘅使徒咧喺南非嗰度咧，去建立咗好多好多嘅教会，亦都咧建立咗咧好多好多嘅人啊！吓，佢咧其实咧好大恩高，但系咧好多人咧以为佢冇失败，但系阿 Rob 话咧呢一个人咧好多失败，好多失败噶。就算他发先知圣言有很多失败，但是他就是用30秒钟，哎，不要紧，再来过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的这种的心态。当我们来教会，如果你期待人家为你加力呢，你不，这个态度不对的。耶稣你看看耶稣呢怎么捉住彼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怎么小信啊，你不要被疑惑去胜过你啊。然后就拍拍彼得的膊头。Wrong things to every sphere of the seven mountains. I wish I could tell you them all again. 嗱，我要听到，我仲要再听阿 Rob 讲啊，唔好意思。The world's going to be changed. What's most essential for it to change is if there are churches that are living with heaven. 阿 Rob 咧讲咧就系咧，如果咧要能够改变呢个社会，能够帮助好多贫穷嘅人物。幫助很多需要的人，甚至呢，那個的整個國地，整個國土是因我們而改變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經歷那些我們覺得尷尬，覺得羞辱，覺得被人誤會，甚至呢好像呢攻击这些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凭信心踏出去。如果你害怕的话，你看回圣经，千千万万的信徒都被杀害过的，你只看回十二使徒就知道了，这个是国度。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怎么期待更大的神迹奇事呢？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香港很容易。我觉得香港是一个最好的城市啦，对于整个世界呢是一个最好的城市去住在香港的啦。阿 Rob 就说我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住过， 我觉得香港是最安全。我们有新的有国安法啦，跟着有些人就很害怕离开香港啦。基督徒啊，因为国安法要离开香港，咁佢呢个国度喺边度咧？神而家呼召我哋，叫我哋成为一群，一个行喺水面上嘅一班嘅基督徒，而唔系一班干固嘅基督徒，就系我哋去填满嗰啲嘅属灵里边嘅空隙。俾人知道耶稣系边个，我已经好攰啦。对好多人，好多基督徒同我讲咧，好多冇翻教会基督徒遇见我嘅时候咧，就话：哎呀，我唔想翻教会啊，教会好冇瘾啊，好攰啊。
但我感謝呢度嘅弟兄姊妹，因為你哋好踴躍翻呢一個教會，主要爸爸，所以我哋奉耶穌嘅名去要求你。呢個就係今日，讓我哋去對齊自己，同你對齊，去行入一個更深層嘅謙卑，去尊榮你。是不骄傲的，真心不骄傲的，亦都不去自我中心的，不理人家怎么看我们，帮助我们彼此相爱，真实的诚实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啊，主爸爸去改有些我们需要改的思维，你又帮我们改，教导我们怎么改，将我们提升到去你那个层次，以致到我们能够所有你给我们的一步一步的东西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彰显出来。主要帮助我们更加热刺进入去这个这么美好的维度里面。是啊，你继续去合埋你双眼，并且继续呢进入这个神的同在里面。我就是觉得呢，神呢今天呢现在装备我们，配置我们啊，给了很多设置，新的设置给我们。有一个南非的 很大的先知，就是 Kim Clement， 我能够呢很荣幸能够跟他一起在 台上面呢，在一个 Planter 这个的南非的 city， 他是一个很当时呢 Kim Clement 已经是很高的了，但是呢即是层次很高了，我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子。Kim Clement 他自己有 Kim Clement 那时候还是穿着西装的，他来自然后呢他来呢这个教会啦，有很多人他跟着他离开那个教会之后，跟着他就说我尝试穿着我的衣服 去走在这个水面上，即是出即是教会出面有一个泳池，他就跟大家说，哎，我现在尝试一下走在水面上啦。他就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呢，跟着当然沉了下去啦。跟着几年之后呢，他呢就能够去到美国呢，去呢白宫里面呢，去为呢那个的总统呢去发出语言。在 Kim Clement 过生前那几年呢，他去发出很多先知性的言语呢，到现在呢全部都发生了。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说 Kim Clement 这件事呢，因为呢他在众人面前呢行了一个失败的神迹，但是他天上面的天父是看到，所以这种的态度已经是摸着上帝的心。所以我想告诉你，今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去加强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整个国度香港的地方会因为我们而改变，而我们这种的维度会一直向外扩展。多谢天父，多谢慈爱的天父，多谢你那个的荣耀的维度去环绕着我们，包护着我们，因为我们被你选上，多谢你选上我们。你举起手啊！如果我想说，如果你想同上帝讲，我唔想咁想自己，唔想成日以自我中心，或者系咧成日净系谂到自己，所以爸爸。我多谢你，多谢你选择那些愚笨的 去胜过的那些自以为有聪明的人。主，我们不是说要去特登做一些蠢人，我们只是想去做一些去我们曾未做过的，我们未经历过的，我们想去一路去这样做，直至到你那个彰显，藉着我们的行为，你的彰显出来。主要我们知道有这些很多神秘的东西，而甚至有些地方呢，我不需要，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有一些角落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信心的。但我们今天说，我们主啊，去释放这个的
in a greater way than we've ever seen in the last 7 to 8 weeks.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不需要信心的东西，让我们真的，你呼召我们去做一些东西要信心的，让我们真的能够踏到出去，让我们能够一起一个社群，整体整个身体这样去移动。主，多謝你昨天告訴我，也告訴Sean聽，還有多謝今天你的自己先知性話語使用弟兄姊妹去發出這些話語，跟我昨天跟Sean所傾談的是一模一樣。多謝你的釋放的自由的靈在我們當中，多謝你的恩慈和你的恩典的灵在当中。主啊，多谢你去除去我们身上脚上的尘埃，多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费力在这个情绪里面，而是进入你那个灵里面的位置。主啊，爸爸，我们就是很想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那种的习性。如果那些习性是缠绕着我们，是绊脚的，我们要改变。主，让我们更新更新，因而我们能够呢去勾住天国的维度。主，因为我们是属于属天的男童女，属天的男人女人，我们是属于末后的亚当所生出来的。主，我们要做一些比耶稣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属于末后的亚当生出来的人，我们祝福你，我们爱你，我们多谢这个超自然的改变已经是来近，已经是在我们当中了，我是感受到了，已经是彰显紧了，我是这样去宣告并且是发出这个声声。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是不是很美妙呢？真的很好啊，正啊，这个是很荣幸能够去分享到神这一种的信息。当然每一个